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七八年级在明年的新一季的表演。那我想这个作品很特别，在往年我们的表演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今年的主题呢，它的名字叫 The Journey，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呢是一个人的旅程，一个人的旅程。那这个是在我们几个老师呢在发想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想到说啊，我们在两年前做了赛德克巴莱，然后那个团员啊在场上厮杀，最后死了一片在地上。然后呢，今年做水手与海，虽然我们做的是太空版的，但是呢感觉也是非常强壮的东西。那我们觉得今年应该要演奏一点点稍微轻松一点的作品。那当然作品是音乐轻松，但是它演奏不轻松。那我们的第一个乐章呢，就是用两段。第一段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百老汇的音乐剧里面的曲子，叫 I could have been so mad， 我可以整夜的跳舞。然后呢再加上第二段呢，就是盖希文的一个管弦乐曲，叫做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那我们想要演诠释的呢，就是一个人从他的故乡然后离开，启程到远方去，然后去一个旅行。那在这旅行当中看到的所有人事物，然后呢过程当中第二乐段的时候会有听到很多好像在街道上会有喇叭的声音，叭叭叭啵啵啵，那来形容这个主角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我想这个作品蛮特别的。然后我们请到的作曲家呢是川上准文老师，抱歉，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原文叫他卡瓦卡米先生。那这个川上准文老师呢，帮我们为这个曲子特别改编。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曲子《The Journey》，谢谢。